大家好，我是翠翠，欢迎回到慢养，做不操心的父母，养育更优秀的孩子。然后刚才我们有提说您跟长辈住了两年，那现在你也是长辈了。对，一定会有一些养育观念的冲突吧，您自己也经历过。那从您跟长辈冲突过到现在，您作为长辈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就从长辈的角度给到大家说，也许我们做什么其实你们更容易接受，或者好，第一就是千万不要跟小孩住在一起可以住得很近了。对对对对，这个我很赞同，在附近。然后呢，千万千万不要去干预小孩带小孩，他们怎么样带他们的小孩。OK， 那么那个台湾有一个作家叫龙应台，是他说这有一件你千万事情千万不要跟他说啊，就是他多坏多坏，或者有一个什么毛病什么什么。他说我保证，他们两个在枕头旁边一抱在一起，是一定什么话都告诉他。所以不要在小孩的面前讲另外他的另外一半的坏话啊，这个是金科玉律啊，这好多人做不到。金科玉律，嗯。那么再有一第一是不要住在一起，第二。你如果同理心的话，嗯，我儿子好感动。那一次第四个小孩，他好不容易回台湾住两年，让小孩学中文，嗯，我有一次跟他讲，哎，你不要以为非要回来看我啊，你平均两个礼拜回来一次就很可以，甚至于两个礼拜不能回来给我打个电话也可以。他好感激哦，因为他有三个小孩。送上学然后工作做 okay, okay. 因为他们日夜有一些工作要晚上跟美国联络，哎呦 Thank you Dad， 他觉得太感谢。那么我们要有同理心，就是不要成为小孩的负担了。我觉得最后这一点最有意思最好玩，可是也最有价值，那就是不要把你的小孩的另外一半当小三。怎么说呢，这个我举个例子来讲，他在书里头有讲，所以不算秘密了。这个龙应台有一次要约两个儿子一起到意大利外海的一个小岛度假，那么就跟这个小儿子讲啊，说把这个消息日期告诉他，小儿子这个 email 就回信了，说我要带我女朋友来。这个龙应台这个妈妈这个反应就是说，你带女朋友干什么，这是我们自己家人在一起好多少年我们没有在一起，好好享受一下，你自己来就可以了啊。好了，隔了几天了， email 回来了，儿子说我跟我女朋友讨论过了，如果她不去我也不去了。各位爸爸妈妈有点生气吧，可是我说这就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龙应台不但不生气哦，还反而检讨自己，他说原来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母子之间这些什么问题，原来我把儿子的女朋友，对，女朋友当小三了。 OK，你要想到儿子总有一天要离开你，就像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样，可能我们的父母当年也有一点嫉妒，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在一起啊，亲得比他跟他更亲，可是从我们这一代起改善还是非常值得的。这个很好啊，好多人其实做不到。对，
就好难接受曾经我最亲密的那个小 baby 突然有一天，尤其如果这一两个的话，是的是的，所以要练习、这个有意识会练习。那反过来呢，就是刚开始给父母的意见，反过来您会给我们年轻人什么意见？因为其实父母也很辛苦啊，他们帮我们看小孩才得以我们的自由的发展自我、但是有的时候也难免会有冲突和不满，你会觉得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你们会更舒服一些呢？就是哪怕有冲突啊这些。各位年轻人应该有自己带小孩的方法，有你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你们要爸爸妈妈跟你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要抱着尊重的态度啊，或者倾听啊，或者跟他交谈一下，最后还是照你们的方法去做。你看这两者之间有一点微妙的不同，是你最后都是照你的意思去做，但是你没有置之不理啊，把爸爸妈妈甚至于嫌他烦，而是经过了聆听沟通，最后他还是照他的方式，你们还是可以照你们方式去做。像我的小孩选择他的工作，选择他们的伴侣，这个他会来跟我沟通，沟通我很庆幸没有把我真正那个时候想说的话想出来讲出来反对出来，可是反正我真糟糕啊，幸亏尊重他，照他的意思去做。一个是他的工作的选择，一个是太太要结婚了，结果我的反对的意见都没有说出来，没有说出来，那么我还是觉得蛮受到尊重。他为什么来问我呢？我这个第二个小孩要结，我以后的节目好像会详细的谈这一方面。他说我要跟我刚刚跟我的女朋友求婚，他同意了，我要得到你的祝福。你看我怎么祝福？因为我很讨厌那个女孩子，这个详细的情况以后再说。但是 我就给了她我的祝福 给了她、好棒。给了她以后我跟我不甘心，我跟我女儿又谈，哎呀，我女儿又劝我不要这样，你看家人可以这样互动很好，所以我建议你们就是你们会尊重一下长辈，但是你们有你们的家，按照你们的方式价值观去做。很棒，就好像是说我同样的目标，我同样可以达到自己的人生，就走自己想走的路，但是有一种做法是我是很顺滑的让那个关系沟通下去，有一种就是我就只有冲突对抗撕破，但是其实我都会走自己的路。对，做了一个选择以后，你看你跟爸爸妈妈，爸爸觉得受到了尊重，妈妈或者你的长辈觉得你没有把他看得一文不值，或者甚至于受到了难过的感觉，而且次数多了呢，他这个你还是照你的意思去做。另外你如果尊重他，跟他沟通了以后，他觉得受到重视，他还是跟他结婚了，现在很幸福啊。我来讲一下给年轻人，你们现在的心理是什么？年轻的爸爸妈妈，我们的童年呢，受到的待遇啊，教养的方法，其实常常等我们也做父母以后，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好比说，这是真人真事啊，有一个先生跟我讲，他说他小时候家里太穷。衣服好节省，怎么穿破了要补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到现在，他觉得这个不要给小孩受这种苦，我给小孩买很好的衣服，这样这样。另外一个人跟他同样的反应，不是衣服，就是受过同样的不好的待遇，好比说打骂，他打挨打，他现在。的反应对他的小孩就是要打骂，甚至于打得更凶了。可是如果是前面那个人呢，他会觉得我受了这个苦，对我的心灵伤害很大，所以我对小孩我就不打了。所以所有过去的经验你都可以有
正反两方面的运用 和反省思啊、嗯、我建议年轻的父母，你们当年的老人家给你们的待遇或者教学 教养方法你都可以做一个选择、嗯、最好是选择正向的、嗯、即使爸爸妈妈不对，我到我这一代我不要这样再这样。对对，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这样都是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啊、有，这就是一种推脱、原生家庭决定论、嗯、但是我之前看到阿德勒就是一个个体心理学家的一句话、嗯、对他说我知道，对他说决定你给你人生赋予意义的不是你过去的经历、嗯、而是你看待这些经历的你的感受，你的反应、就是、对你的反应、哎、嗯，那个我讲到留学生，有的就是当年去了我好苦啊，这个到机场没人接，要自己考驾照，又不要到银行开户都不会，去学校注册好了，然后那里组织，后来啊组织中国同学会，嗯，只要人一到机场他们派车去接，轮流啊，好可爱哦。哦，因为又不知道怎么要去考驾加班，那个时候没有车子吧，在国内啊、嗯、到那边考驾照要带他去啊，银行啊办证手又怎么样，到宿舍登记，有的中国同学反对啊，说我们当年谁帮我们 啊，为什么让这些人惯坏了、啊、他们也应该受这个苦啊，他们不参加这些。嗯，你看这就是两种反应，希望我们都是能够从经验中学，像阿德勒讲的会做出正确的反应，对，那个经验可能是痛苦的，对，可能是好的经验，是的，是的，那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我们，也许我们就怎么样去对别人。 是对，如果说从我的经验来去分享说我们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我自己会觉得你刚刚说要跟他们沟通尊重他们，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就做不到啊，就很多冲突啊强硬，但我有一个在指导我很多行为的价值观，就是我一向在提醒自己说他们不欠我们的，就是他们没有义务做这些，他们可以选择在老家很轻松的过晚年生活，但是他们跑来另外一个城市帮你带孩子，相处的久了你会觉得说理所当然啊，你怎么不按照我来的，你怎么这么愚昧，可是如果时刻有那根弦，就是他们本可以不做这些的，他们本可以不做。那我的建议是每隔一段时间，还不是一次就可以哦。嗯，小孩应该向父母表达感恩，对，感谢，一定要，一定要，如果没有你我怎么办，还要有感恩感谢，对对对，不要放在心里哦。对对 对还是这样，甚至于说现在父母爷爷奶奶带小孩，公公外公外婆，坦白讲也有的地方比爸爸妈妈带的好的，是啊，是啊，那些也有带的不好的，是啊，带的好的部分也要赞美一下他，是啊，对，我今天早上来录影的时候迟到了一会儿，是因为我儿子发烧、因为我周末带他，他跟我说晚上睡觉是不穿睡裤的，那我就没有让他穿睡裤，然后他就发烧了，后来我爸跟我说，那是因为我周一到周四是把他放到我爸家，我爸说是他在我们这儿是不穿睡裤，但是一天晚上我给他盖八次被，所以我就踢被子，对他，但我爸就会不停起来给他盖被子，然后我就一觉到天亮，我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昨天晚上加班到很晚，我儿子发烧11点钟我妈还没睡，我跟他讲说